对对，麦哎波波，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哆来咪的人较强嘞，开始开始了。我都吃辣椒，吃辣怕死的。嗯，老师出现了，还没有。哎，你能做好了，交去到哪？交给老师啊？没啦，没事，讲了，还不早，老师早。老师早安。老师，你的声音很小。很小啊，声音小哈、啊。啊，很小，对，真的，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还是听不到，哦。很小声。啊。我今天不在做一些。还是小声。啊，不可能呢。可能那天星期六的王金的那个带给来花艺也是很小声的。那个麦，大家来欢喜哦！大家来欢喜，这个摸摸啊，这个摸摸。我在，你难道听我能听不？哦。啊，回答什么？没有，不过声音太小了。哎，为什么太小了？谁啊？现在是谁讲话？罗志啊。啊？他们再看一下实情吧，等一下。你听到我讲话？我听到你讲话，可是老师的麦很小声。诶，我的声音从老师的麦那边过去的嘞。但是你的声音我听得一清二楚嘞。诶，是罗杰咩？是罗杰咩？唔知是罗杰还是 David， 我唔知。罗杰。罗杰啊，罗杰。David 唔是这声，罗杰啊，罗杰。罗杰啦，罗杰。哈哈哈。Sorry。哎，我现在讲话的是老师的麦嘞，为什么老师的听得到？现在你的声音又变小一点了了，罗哲，刚才的很响。惨了，我做不到东西了，我这个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两点都不通走了。你的手机要滑动啦、啊！什么叫看不到？你的手机都不要用手指滑动，怎么看得到嘞？有看到老师是看到我、啊，小声我都听不到。哎呀，有声音了，老师的声音有了，有了吗？有了吗？有。OK， 好。这样的话，让我做个介绍哈。欢迎来到我们的随心所艺啊、这个节目是由拉丁马士民众俱乐部主办的。Welcome to Artopia. This is organized by Radima CC. 好，今天的材料很简单啊。The art material is very simple. A few only. Marker pen 有没有？有。Marker 笔。有。铅笔，the pencil, eraser, 啊，橡皮擦，有，white paper, 白纸，有吗？ Have. 有。OK, 好。啊，今天又是个懒洋洋的早上，很凉爽哈，最近。对。要盖毯子哈，盖被子啊，不然的话容易着凉啊。嗯，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 focus 在我的那个白纸上面。然后老师，你的帽子忘记戴啊？你忘记戴帽子啊？今天啊，不要啦，今天让它凉凉一下，凉快。老师，你可以开始，老师。好，因为他们啊，等一下还要 focus 在我的纸上面。那我才可以开始。好，嗯，声音还是听得到哈？听得到。OK， 等等啦、啊。啊，那么今天呢，我直接用马克笔画哈。那么有一些同学，你们还没有把握的话，先用铅笔哈，然后等一下过后用那个马克笔描出来哈。啊。OK 哈，看到我的白色的纸，那我要你们呢打横啊，打横，
全部打横。然后呢，首先呢 ，OK， 今天我先跟你介绍一下哈，今天我们的话哈叫做 doodling， doodling 就是，真的是怎么讲呢？就是随性的画法啊，随性画法就是说呢，有点漫无目标的那种啊。那么时下很多年轻人呢，有时候做功课做到闷的时候呢，他们就拿那个马克笔随性的画啊。那么有时候画到整个课本都是啊，那么那一种呢就变成艺术了哈，艺术哦，就是黑白黑白这样的 doodle art 啊。Doodle art 就是随便画艺术啊，随意的画啊，随意的画。所以呢，现在呢，我要先开始画一样东西，在右下角啊，右下角这里画了这个是什么？天马行空。叫天马行空。天马行空啊，也算是啦，也算是。萝卜。这个是什么？Strawberry。啊，那么今天我们也学他们这样随意画啊。不过虽然说随意画，但是实际上你们还是跟着我画了，这样的意思、啊。不过还有一些同学讲你们要尝试直接用马克笔的话哈啊，没问题，直接就用马克笔。好，那么因为我这个随意画哈很多啊，会覆盖几乎覆盖整张纸哈，啊，只留一点点那个，比如说留一个一公分的那个框哈，那个边哈，啊，环绕，但是呢，那些画呢全部会集中在一起，好。Okay, so I started with a strawberry. Okay, this doodling art, I want it to have a very compact feel. Compact meaning everything, a lot of things jumble up together. Drawing closely to one another. Okay, at most you leave 1 cm border around. Okay, so do not draw very close to the, or draw out of the paper. Do not draw out of the paper. Okay.好，那么我就继续画了。你们就开始留意到底我画了些什么了。这个看起来好像一道光，又好像看到彩，像彩虹这样子的一条线。因为这种艺术哈，它的那个它就不求真实的，它是求那种好像卡通的漫画型的。So this,Doodling art, as you know, is not realistic art form. It's more like a graphic art form, okay? Ah, 有时候你不要问我，老师，你在画什么？我会告诉你，我随便画。因为今天就是随便画艺术。所以现在好啊，你们知道好啊，艺术有分很多种类的啊，有随便画的，也有有目的的画啊，这个是有点漫无目的的咯。So this is a non-purpose drawing. That's why it's called doodle art. Okay, sometimes you may know what I'm drawing, sometimes you don't know what I'm drawing, which is fine.Okay, 等一下我画画画画了一下子我会停，让你们慢慢的去消化一下哈，不然你说哎呦老师为什么你今天跑得这么快呀、啊、对对对对对，我想讲了咧。我最慢的人咧。不要担心啦，伯彦，我没有催你啦、我没有催你 OK、因为我要画快点是自然，我要就是说让你们早点看到我画什么吗，
所以啊，你不要学的我赶急赶忙哈，你不是我哈，哦，OK， 好，暂时停一停，嗯，让你们消化一下，要不要转过来给你们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暂时我说话到这样，哦，很可爱，对不对？楚琪，你是不是昨天拿到一幅画哈？你的那个麦啊没有开，没有开你的麦。哦，是你画的哈。呀、yeah, 啊，我今天早上要放在我的那个 profile， 不过一直 capture 不到。capture 不到。不给没啦的，哦，原来是，我就看到是，然后又看到老师，我说哎，这样巧，我就这样巧、老师这样，但是的，给每个人看，对啦，哈哈哈哈哈，楚琪楚琪，告诉我看不到，楚琪我看不到，哎，哇，没啊，没，谢谢，是我的，谢谢，嗯，我就，因为本来哈，他们是叫我昨天哈当场在那边画，但是呢，刚好我也有另外一个活动，所以就冲那个时间冲撞到了，然后我说，哎呀，时间冲撞到了，那么我说，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你拍照片给我，我在家里画了，然后先几天前先交给他们。然后到你明昨天你们的 event 的时候才拿到吗？然后他们说好可以，然后我就收到一叠照片，我就想，哎，这个人样子不就是我们的楚琪吗？yeah， 我就是收到谁 ？Rosie 嘞，要想 Rosie 是老对 ，Cadenis 老师了。然后啊，我不是啦，不是，那个是我的名字啦。若是、哦、然后、哦、然后我就想哈，看楚琪能不能猜到到底是谁画的。我就想说为什么名字好像跟你很接近，这样柔西柔西的，我懂是不是？就去想到是你。yeah， 就是我了。每个人收到很开心，每个人收到很开心。谢谢真的谢谢、我也画得很开心，因为你们每一个的样子都 很独特的。对，所以画这个很开心，就是每个的样子都独特。嗯 ，OK， 好，那么现在我继续啦。嗯，继续随便画。嗯，其实我很喜欢随便画，因为哈、这个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那你可以，就是这个也是跟涂鸦艺术也是有点。接近了哈，就是我喜欢看涂鸦艺术，很漂亮。你喜欢哈？涂鸦艺术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说粗俗一点的说法啦。其实哈，他们也是有一个名称的，叫做街头艺术啊。所以类似这样子的元素在里头。因为我们城市人啊，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些好像城市文化啦，所以这种艺术也是属于是城市文化的一种代表啦。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又有喝的，又有时候又有一点植物啊，有时候又有一点宠物，这个就是城市人的。喜欢的东西咯。所以今天哈、真的只是用黑白的做法哈，就不要尝试用颜色咯。因为黑白有黑白的好看啊。So today is just monotone, okay, black and white.So don't worry if you are not using any color, all right? Take a break from color. Okay, as I talk, I also draw.
So you try to keep up 啊，不用太赶啊，时间啊，因为我是一面画一面跟你们聊天的啦。那你们不要聊天也可以，你们就专心画就行了啊。嗯，那也可以画点小太阳，画点冰淇淋，嗯，我真的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啊，这样要 focus 的，啊、嗯，没事，他再调一调，嗯，那个是什么来的？嗯，像太阳花，对，很像太阳哦，也很像太阳花啊、哦。乌鸡花，嗯 ，Never made 的声音吗？啊哈哈哈哈哈哈！是啊，哇，现在他已经会画了，他已经了解你了，读了你的心了。啊，就是喽，他是 camera。该吗？哦，你看他都知道了，我还没有画完，他已经知道这个是什么了啊！眼睛，嗯，哦，尽量让他可爱哈、啊。今天我们要可爱一回，所以啊，你看啊，哎，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扮演不同角色哈、啊，有时候我们。画比较就是严肃的、啊、有时候我们又画比较可爱的、嗯、不同的心境、啊、嗯，博彦，等一下你画了你给你的孙女看，她说哎，为什么你会画这样子的？不可以，老师，老师，我真的真的不可以今天。啊，真的不可以画到啊？嗯，我不懂了，老师这样快的，我追不到的。哎呦，谁叫你追我了？你看呢？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嗯，你看我全部我都是粘在一起的，你不用担心。嗯、啊。你就算你等一下上课上完了你画不完也无所谓，慢慢画，因为为什么就是咯，没有考试的啦，不要紧张，卖感觉离婚的话啊，离婚每次讲卖感觉，哦，卖感觉懂吗？嗯，我现在也是画不完，说我不可以急不可以的，我真的不可以。我是不可以急的，真的，我是真的，我不是假的，真的，真的不是假的。没事没事，画不丢啊。等一下，哎，没有，等他画完，我们才可以看得到。就是啦，等一下哈，我画完了啊，然后你们就慢慢看着画咯。假如上完课以后哈、啊，还没有画完，哎呀，别担心，我会派在那个什么。群聊里面吗？我的东西画太大哈，那你的太阳花，因为在那个ice cream 的上面哈，可能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太阳花哎。对，像太阳花cartoon的。我画一半而已的、啊，因为我画的太大了。不要紧的，我也不是画一整个的，我是。因为前面有两样东西挡住它下面的那个我的太阳花可能一半花，我可以啊，没问题啊，一般就按一般啊，不要紧的， okay. 啊，所以我才说随意画，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不用太接近也可以，因为我现在哈，你甚至你可以改变呢，你可以说，哎，我不要画一个太阳花在这边，我画一个 lollipop 这边可以不可以？可以，没问题。哦、啊最主要是说我给你一个一些点子怎么画啊？那么你有其他的想法啊，也没问题的，因为顾名思义，这个就是随便画嘛，对不对？随便画就是
就是不用太认真的那种、啊、甚至你可以改变一些部分也可以、啊、没问题。不什么不问题啊，是不是不问题啊？对了，不问题，我是广东人啊，所以我福建话不行啊。哎呦，我妈妈每次都笑我、嗯、因为我妈妈是福建人。不问题的白米地咯、哦、白米地是什么？没问题。是吗？以前没有了，以前的米地很好吃的。啊哈哈哈哈，真的真的。米碟是什么？ 米茶、啊、哦。Roger 跟我讲是米茶。OK， 好。米茶啊。哪一天 我能够找得到米茶就好了。听啊，找不到了。现在很难了、啊、很难，没有的治疗。哎呦，这样要自己学做吃咯、哦、对不对？难做嘛。难、啊、要站在那边一直炒一直炒，那天我朋友炒来给我吃。哦，炒茶，炒米茶，哇、嗯、，OK， 面粉的，用面粉。哦，好好好，听起来我口水直流了了，不要跟我说了，一说我就想吃，文化蛋糕咯。啊哈哈哈哈，好好好好，画蛋糕，画蛋糕，好吧，我就画一块蛋糕。So as you see that, I drew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There are food, there are cute little toy or some, you know, unknown animals, but which is fine, okay? Because this is doodling. You can draw almost anything, but something fun, okay? Not too serious. Very cute looking. So up to this time, you can start to think to draw, put in some of your elements inside. Okay, 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呢，画到这里呢，假如你要开始画一些新的元素在里头可以，但是还是保持可爱型黑白啊这样子的啊。那么怎么样让这些东西看起来可爱呢？就不要有那些棱角哈，就是说不要有、尖尖的、那些 corner 啦什么这些东西哈，全部都画，尽量画圆润一点，圆一点哦，圆一点，可爱一点，嗯。哎，我很多学生很喜欢画这个。因为这比较容易教他们画写他们就啊、哦、要哭了。不过我们要学不同的艺术啦，也不可以整天画这样子，对不对？诶，有一位小男孩在画呀，是丽娟的，是丽娟的孙吗？还是谁？是我的孙子，没错啊。对，他很有兴趣，你看他的话。就是哦，很像，很可爱哦。啊，继续画。他所有的、啊、你叫什么？生瑞自己说，生瑞，你叫生瑞，自己讲。他是生瑞。生、yeah? 啊，哪个生？圣人的圣啊。对。啊，圣瑞。睿是什么？睿智的睿啊，还是睿智的睿？老师好厉害啊！睿智，我猜啦啊！他刚刚哇，圣睿好棒，嗯，好棒哦！不清楚，对，他画得很开心，他看到老师讲这些东西可以借，所以他画到我们连在一起，哦、对，哦，哈哈哈哈哈！老师说 hello。嗯Hello，Hello， 看不到老师的脸，因为老师在画。OK， 嗯，好，谢谢老师，嗯、谢谢。哎，不客气啊。你们都在
再画哈。目前为止有什么疑问吗？没有，我们在尽量在你画了全部，我们还在画三分一哎。问题，因为这个是全新的艺术，所以多少会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一下哦。对，不要问题的啊。你甚至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另外一个说法叫什么？杂巴浪啊，杂巴浪，杂巴浪，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杂巴浪的意思。这个是我们的方言啊，是不是？是啦，差罗掉啦，差罗掉啦。啊，对啦对啦，罗掉罗掉啊，杂巴浪啊，杂巴浪啦。所以还翻唱在一起，我这边也是换，对啦，扎巴浪啊啊。同打架，十五页嘅表示目前嘅宠物同打。喂，谁在听广东广播呀、啊？继续加油。老师啊，我唔做到哦。啊，是，真的唔做到。唔做到是什么？做不到。做不到啦。哎呀，抱歉，不喜欢听你讲。有当时就变到柔和，有当时变说东。OK， 我看我哎，说东啊，我要说东嘞。做一个点子，我现在要画说东，看一下。你看，有时候变柔和，你变说东，不就像什么？啊，对啦，就对啦，越可爱越古怪越好。啊，不问题，没问题的。OK， 越奇怪越搞怪，越 OK 越丑越好。OK， the weirder, the uglier, the out of the norm, the better, okay? And relax啦 relax. 很多年轻人说 relax 啊 relax 啊 relax、没有他们讲马来话的 relax 是 relax R-E-L-A-K relax 、剪了几点？还有时间呢、我觉得我画得很快了，你们可以慢慢画。啊、所以我一直追不到嘞。啊，我现在先停一会儿，让你们消化一下这一段，好不好？你想，先把它摆好来，让它。把另外边，另外边。这样。啊，这样。这样。哎，不行嘞！不对，你的横已经变成斜的。这样吗？啊，没有，再上一点。OK，懂了。哦，对对对，又有点斜了。这样。等一下。再上。Yes。OK， 看到哈。OK， 你们这个阶段也可以拍照的。对。像你拍照的话，你就跟着这个哦，因为只要你们是用电脑，你们就有手机看哦。但是，假如你们是用手机的话，就从这里看呢、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空还有很多空间，我们可以就是可以加一些小花，或者是叶子，或者是草啊。对，其实我都还没有画完的，只是说我画到这里，我要让你们消化一下，然后我才继续画。哦，因为你的话我已经有点眉目了，有不是是东西可以画进去，不过可能上下左右有一点偏差了啊，不要紧的，偏差是没有无所谓偏差了、对，其实都无所谓，偏差或是完全换也无所谓，只要他的 OK， 只要他的感觉呢就是比较可爱型的、OK。
whether the position is slightly off as compared to mine, or you totally change the elements inside, it's okay. As long as, remember one thing, you need to just use black marker on white paper, plus, at a second thing, you need to make it very, very cute. That's all. Okay? 所以有时候你们要加一点其他东西啊，都可以的，只要不要严肃的，不要突然间加一个恐怖的东西在上面，或是加一个很严肃的东西在上面就行了。你看得到我这边很多可爱的东西哦。老师看得到吗？老师看得到孙瑞的画吗？他说画好了。哦，我比我还快耶。 Yeah, 他的那个 background 弄到看不到嘞。哦，看不到，这样子呢？这样子还可以，还不错。他说他画好了，还可以再画的，拿一张纸来继续画也行啊，好不好？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对不对？OK，好的。Oh, <笑>或者哎，丽娟啊，或者哈，你跟他一起，你画一个，他画一个，你画一个，他画一个啊，画在同一张纸。小朋友不喜欢这样的，他不喜欢呐。对，你这样印印叫他，他就不要画了。他哦，好吧，好吧，好吧。谢谢老师。我以为说你们共同画，然后一幅作品是两个人的，不要紧，这样他爱自己玩的，对。好的，那你就再画第二幅吧。呀，是的，第二幅。哦，不客气。OK， 好像比如说你们呢，用铅笔画了，然后现在有点时间，你们用马克笔画画它的线条出来，把它线条勾出来。假如你们有一些呢，画铅笔画到一半，觉得你可以用马克笔画了，那就干脆现在就换成马克笔。OK， so when you use pencil to draw, if you draw finish, so far, at this stage is halfway done now. But if you say you think that you have drawn a lot, then you think that finished already, then you can use marker to outline. Okay, if you halfway there and then suddenly you want to change to markers, okay, you can use marker as well. Okay. Your fish very nice, and I don't know how to draw. Oh, you can. So, 就是大家互相切磋是好了。 有机会大家切磋。 多五分钟，我继续了哈。哇，真快！还是很快啊。哦，好吧，那我就给多。做两分钟啊。哈？哦，你的五分钟太慢了哈。我做到乱七八糟。哦，你说七分钟啊，雷混。啊，可以了，可以了，五分钟可以了，应该是可以。啊，孙瑞，你们都可以啊。不要紧，我跟你们讲，你们肯定有好几个同学是画不完的，不要紧。 因为我这边我画到一半嘛，我要画完它，然后我拍个照片放在那个群聊，然后等一下你们慢慢再画，因为这个哈，我不要你们哈，哇，赶火车这样子，OK， 这个应该是轻松轻松的哈，我不要等一下，哦，糟糕，我不能够呼吸，这样子就糟糕了，老师啊，我今天没有用电板，不可以用，我没有手机拍照嘞。奶奶 don't know how to draw 啊，不要紧，我画好了。哇，你看不错嘞，感觉不错。有点不规则哦。
啊，就是要不规则才行。我的东西哈，坐不下，我就坐到别旁边去了。可以啊，没问题啊，就是要这样才好。对 ，OK 吗 ？OK 吗 ？OK， 可以，就是有你自己的风格啊。最重要是自己有自己的风格，不用完完全全照着我，因为我画出来呢，我是给你一个 idea 啊，一个。你的图我全部放进去了。哎，还有一个小花。啊，你可以啊，来，我看主席的啊，啊，主席也不错嘞，主席你可以开始用 marker 了嘞，哦，可以的哦，嗯，博彦你不用担心，你给我看你的现在，我看看，没有了，我都不敢动，你看，真的不整个都不像，我不都送像什么东东哦，我知道为什么嘞，哎，博彦，你太过。因为你第一你还没有画过这种，第二你怕说你每一样东西粘在一起可能会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你可能还不能够分，不要紧，这个是很正常的。好像姐这个是有点抽象，对，所以哈不要紧，博彦你就跟着玩玩咯，就是随便画画，然后等一下哈我画完了我拍了照放在你们的群聊，你就看得到了。我也是不行，跟不到。啊，不要紧，你就跟着，你就看着画，或是就放下你的笔，你就看我们画。然后等一下我拍照，我就发去那个 group chat 啊，那个群聊啊，然后你看了，你有感觉了，你就画啦。我不会、哦、我知道没事没事，我不可以不可以，真的不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哎，好像上个星期没有人交功课给我哈。有啊，我有交啊，我交给 Gary 有交嘞，老师我也有交，我交给 Gary 嘞、啊、有喂、欸、我有哦，像 Gary 哎 Gary 不、啊、你可以交过来啦，我交给谁嘞，你是不是对，因为 Gary 不知道，我不知道交给谁，我有交哦，我交了、哦、我交了，没交，我是交，我们都通常交给 Gary 的，或者哦，这样就要等 Gary 回来咯、嗯、没办法，就要等 Gary 回来、嗯、或者谁我们可以传给他，我有交，我打开来看我的在里面呢，不过没有看见哪里、哦、问他们，我就是问他们咯，有啊、哦、你们是交给谁，因为哈，通常你们交给 Gary， 然后 Gary 就发给我。不是你交给谁？哎、就是第二张比较好。没有你，啊、很 Q 很 Q。没有第二张比较好，第一张不好。我现在问你，你交给谁？你 Q 啊，有 Roy。哦，小姐，你交给谁？我就照这样放了 Gary 的酱哦，就这样放。我也是给 Gary 啊，为什么没有呢？没有了，就是没有出来，奇怪哈、哦。哎，老板。你说他们假如今天画完了哈，放在哪里？这样我可以看到。因为上一次他们那个小狗，他们说交给 Gary 了，不过 Gary 有 picture。等一下，我会先给他们 guest 大家他们 up。哦啊 ，OK， 不要紧，你们照旧。这个是我的，老师，这个是我的。So cute， 好可爱嘞！我交流的，很美的，这奇怪为什么没有出来？因为通常在 chess group 有，然后 Facebook 也有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照旧放那个 group， 然后这是我的。啊，等一下 Roger 会叫 staff 帮我放，传给我啊。哇，主席的也是我的，传给你 Gary 的奖传给你，我们是传给。没事没事，他们很美的，每个都很美哦。啊，我们全部都有 background 的。哦，我跟你说，哎，你们听。你们的那个话哈、嗯、send 过去那个 silver click 的 group chat 不可以，那个是 official 的、欸、我们不可以 send 的，没有啊，你们不是有一个 group chat 吗？没有，另外下面的，另外下面的 no OK， normally we have silver click link huh? Got one chat group is for all, then I got another private one is only for Gary. No, I mean right, we cannot send in message at all.The silver click link totally cannot for business one, cannot. 就是说他们没有那个 admin right, 不可以进。除非是 Roger 有另外一个 number 给我，然后我再重新 send 咯。
OK， 不用紧，你叫就不要不要紧了，不要紧了，不可以就。没有，你们叫send给 Gary， 不用紧的。我叫就send给 Gary 吧。先不发工资的，发不到薪资。我是当天我就send了的，每次。send不到，send不到。嗯。嗯。我不懂是不是，我不懂是 Gary 忙还是什么东西没有去开啦。啊 ，Gary 他出国出国。啊，他的 service 啊，所以我不要去吵他，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的那个 chat group 哦。他是放过 admin 哦，他可以开了给我们公司的，不可以啦，很麻烦啦，楚奇你不明白啦，这样一次刚公开就很乱了，不可以。哦。是哈，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啊，你们照就 send 给 Gary 啦，因为这样我就比较迟拿到了 ，Gary 就差不多可能没有。你放，因为那个电话应该现在另外一个 staff 拿住。哦，那个电话他说 staff 拿住，所以你照就放。我不知道是谁哈 ，Roger， 你要去 check 哈 ，Roger， I don't know。可以的。那么这样的话，今天我画这个，他们怎么样看得到啊？哦，我们的那个 ，OK，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哈，拍照先 group， 然后他会发给你们看。哦，没有，你老师你的没有问题，因为 Roger 可以直接放在 server kit 里，啊、因为这个是 official 的。official 的。我们的、嗯、我们就要等下一次了，看谁 hold 住那个、啊、Gary 的那个对吧、啊？然后他、okay. 那个人就要去做一些东西啦。条子啊，对了。行，没问题。你都可以 official 的 ，OK， 不要紧。OK， 老师还要加什么呢？我今天的不可以教了，我的太不像样。你可以等老师放在那个群组那边、啊、你看来看就可以咯，然后你跟着画啦。我现在我是要画完，这样你们可以看到。你不要紧张，没紧张，没紧张，嗯。啊，越哎好嘞，真的都有进步啊，进步神速啊！我们一定要进步的，老师。嗯，是没有进步，因为为什么？对，但是进步是进步，进步神速又是一回事哦哦，因为表示说你们有时常练。的关系，所以才会进步神速的。嗯，对，因为只要你们时常练，你们肯定哇，真的是。那要学你才可以。啊？有你真好。谢谢你们这么疼我。哎，你可以加一个番茄啊！加番茄，哎、啊、嘿嘿然后万圣节要来，你可以加个南瓜。嗯，你要你帮你画比较好，奶奶觉得你画的比较好。草莓，草莓，哦，还有草莓呀、啊。南瓜草莓萝卜哦对胡萝卜苹果嗯苹果也可以哇这边水果了有烙。云。
Rainbow. Ah, 画那个闪电也可以哦。Lightning 啊。听得到我说话哈？听到。好的。听得到你说话，没有空讲话。嗯，可以，没问题。我怕等一下我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所以还是检查一下。嗯。可以画一盆那个仙人掌。Cactus. So as you can see,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over here for our doodle art. We have clouds, we have fruits, we have vegetables like tomatoes. We can also draw Halloween related things like the pumpkin. Okay, and then we can also draw jellyfish. We can draw plants. A cake, then we can draw some animals that look like a bear, okay? But make them round looking, okay? Very round and cute. We can also draw water droplets with eyes, with a pair of eyes and smiley mouth. 所以我们也可以画这些水滴啊，让它有眼睛和嘴巴，哦，看起来很可爱，哈哈。不骗你画好了，你可以给你的孙女看哎。我不要不要，很难看哦，我自己。哎呀，你真是不可以，一定要给她看，哈哈哈哈。画好了以后一定要给他看啊！一定要。你讲这样子，老师，你这样子画到完哈，我的一张纸一直在那里，一直在这样，都没有动到。哎呦，我跟你说，你就是怕啦，不要紧，我跟你讲，我画完了，哎，博彦，我画完了哈，你再重新画一张，然后你给你的孙女看，你看。你看我画的多好啊！哎呦，对对，笑死了！然后他就说：“哇，为什么你会这些东西哈？这个是街头艺术嘞，为什么你会啊？”他叫你阿妈哈是吗？阿妈阿妈对阿妈阿妈阿妈，你怎么会懂我们懂的东西哈？让他惊艳一下嘛，对不对？他说：“哇，阿妈很酷嘞。”哎，我的阿妈很酷，就是咯，就是要开心啦，不要紧张，所以我才说，哎呀，随便啦，画不完，等一下才画啦，先观摩，然后等一下去吃个午餐睡个午觉，然后起来再画，就是咯。就是这么简单就行了。我现在画一碗饭，可爱的。因为我们是先用铅笔来画了，才不用涂那个颜色，是吗？假如你不是太有把握的话，你可以先用铅笔画。所以我是说我画的比较快，为什么呢？我把它快一快画完了，我拍张照，然后放在那个就是 group chat 的时候。你们都可以看到我画完的那个感觉。老师，我本来是用铅笔先画的，我现在没有了，直接用 marker 画了。就是这样就对了，真的，反而更自然呢。不是画在纸上了，对吗？老师，还什么的？莫妮卡在纸上，是都是我们画在纸上，用黑色马克笔。
用using black marker and draw on white paper. Okay, 不用涂卡啦，不用涂卡啦，不用不用的，就是黑白了了。对，黑白的啊，因为我是第一天进来。哦啊，欢迎你，莫妮卡。是Leon是广东人哈？啊，对，香港人啊。啊，香港人啊，我也是广东人，我的籍贯的广东，然后看 Leon 应该是广东人还是对，广府人啊，啊，广府人，哎，广府人啊，哎呀，莫妮卡姐系我哋个师姐嚟嘅。唔好咁讲，宝香，即系唔系啊？你真正系我哋个师姐嘛？大家互相学习，不要这样讲。你们是在哪里？你是我的师姐咯，我是今天第一次来。哦，你们是学习什么东西？他叫你师姐，老师教什么都教啊，什么什么都有，你要什么什么都有。哦，是吗？啊，没有，我是说，我是说，有手工呢。哦，原来是这样。嗯，手工啦，唱歌啦，弹琵琶啦。嗯。啊，有时候学学手机啊。嗯。哇，好棒，好棒，好棒。什么都有啊，我们老师什么都有。啊，苏都姑啦。哦。冰姑啦。冰姑啦。哇。你们比我们还潮嘞！我都希望我有那个，不行啊，我一定要有那个时间哈，对不对？哎，我以前时常表唱那个广东粤剧，还有表演，现在我都没有时间。然后那天我跟我老公说，不行，我一定要把我的水袖拿出来练一练，不然就伤声了，伤声了。生锈啊，因为你学了你讲生锈，系啊生锈，生锈，系啊系啊，嗰个系生锈系啱嘅，系，是咯，就一定要学习，不可以忘记啦。钢琴我也是很久没有练啦，哎呀。所以这些东西是自己安排的啦，对不对？就好像现在我们画这个，哎，我们画随意的画，我们也是可以自己去安排，哦，怎么样去摆我们的那个，我们要画的东西啊。嗯，但是有时候你不要想，你就直接就画，心里想，心里要画什么就画出来啊，有时候反而效果会更好。哦。嗯，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哦，我们还有，看一下啊，还有时间我们，我们还有十分钟哎，哇，十分钟。那么老师我呢就要快快画了，那快快画了，我等一下可以发过去给你们看啊。你们哈不用担心的，有一些你们可以重复的，你知道吗？比如说哈，在另外一端你有画那个 strawberry 啊，在这边你们想不到什么东西画，对吧？也可以重复那个 strawberry 在这边。现在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这个是灵感来自街头艺术，嗯，或者是英文是叫做啊，就是刚刚你画那个。刚刚这个哈，那个 这个是那个 jellyfish。哦 ，jellyfish 啊。啊，对，不过有眼睛啦，还有嘴巴。嗯，对。水母啊，那个叫水母啊 ，jellyfish 水母来的。水母对。水母咯 ，jellyfish 就是水母咯。我哋叫八爪。可以吃的哈。是啊。你哋叫乜嘢哈？海。哈，海蜇，啱，海蜇系，啊，我最喜欢吃的，哈哈，嗯，很好吃，胶原蛋白多，嗯，然后现在我画 strawberry，
三个 strawberry 还有周好像是。对，然后周围你们可以加一点那个 heart shape 啊，星星啊，啊，或者是星星啊 ，star 啊，也可以的。就是涂到满满啦、啊。对，尽量让它涂满啦、啊。不过不要太过满到看不到啦。就是还是个别的，还是要看得到。可能有一些在后面，有一些在前面，这样子的感觉啦，有点好像我是想问你，因为我刚进来不多久，那你刚刚手那边是那个是什么来 ？Strawberry 那边的那里不是下面右手边，你讲啊，对，隔壁那个，你讲啊，这个是什么来？这个是一个好像小熊这样子，哦，但是它是比较。动漫型的就是比较 cartoon 的啊，就是我看不出，就是我不是出进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看不出啊，还这个他的那个眼睛还有嘴巴，然后这边是他的那两只手点啊，这样子的啊，对，就是好像很可爱型的 QQ 这样子的，对 QQ 的还啊，就是比较可爱的啊，有时候呢可能我只是画一对眼睛，但是那个眼睛可爱型的那种就不对了哦。他其实呢他的目的就是给你比较愉悦的感觉，比较开心的感觉。哎，动动我们的手指啊，对，还有时候也是怎么讲呢，这种呢是发挥你一点创意思想啦，creative thinking啊，就是创意思想啊，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会想，哎，我这个空间我要加些什么东西在上面？这个是南瓜了，这个是吗？啊，这个南瓜，对，因为那个万圣节要到了吗？沾一点它的那个节日气氛，然后还可以加其他的，比如说植物啦，藤蔓的东西啦，一些植物。那我的画吗？哇，你画什么呀？我看一下。哎呦，一条鱼哎！哇，好漂亮哦，好可爱呀、啊！好棒，盛瑞很棒哦，谢谢老师，称赞你了，来，谢谢老师，不客气，要时常画画哦，对，要今天不舒服，所以才可以上线，他没有上，他本来是上那个 child care 是吗？是的， child care， 对。哦，我今天不能去超开，所以留在家里就给他上线。哦，是，没事没事。Yeah. 哦，祝你早日康复啊！谢谢老师。不客气。要多喝水哦。要多喝水啊。你看，我不知不觉我也画了这么多了，我还剩下一点点在这里啊。或者是我这样也算是完成了，有时候你也可以加一些字啊，比如说你加一个可爱的福字啊，福，肥肥短短这样啊，几乎算是画出来的一个字啦，不是写啦，这也算是一个，好像看得到吗？那个福字在这里。看到。这个也要画。你看这也可以哦。就是。咁都得啊。哎呀，看到看到，很可爱。就是要这样子。Hello, Annabelle。Hello, 老师你好，大家好。
你好，哇，今天我看到我的好像有一点不够密嘞，你看中间还是啊，你拿过来看哦，我知道了，底下是吗？底下，这里这个我这个可以补，我是说中间我这里有中间啊，再拿靠近一点给我看，我看一下啊，哎，够密了，够了，哦。哦，不要再什么了，够的了。只是下面那边空间再加一点东西就对了、啊。加一点点小小的东西，比如说星星啦，或是那个 heart shape 啦，那个星星啦。啊、哦、，OK， 好、哦 okay, 啊，这样就行了。哇，离婚也是挺快的哈、哦。没事，其他人啊，不要急，不要急啊。因为我直接用马哥了，我来不及用铅笔。对，其实有时候你有就是有那个怎么讲呢？自信有那个自信的话，你可以直接就用那个马克笔了。老师，我好了。啊，除夕的也是不错。啊，除夕的一只鱼啊，可以拿来煎呢。啊。你只鱼啊，你大只再拿来煎。一只嘛，一只再去咯。啊，当不你夹着。鱼啊，鱼啊。鱼是吧？啊，对啊，它的鱼很大只嘞。就是咯，你弄到我的肚子饿了。啊，除夕，你弄到我肚子饿了。厉害啊，除夕，除夕最厉害的。没有没有，你大只好像就少画一点东西。啊，对了对了对了。楚吉啊，你啊，教他们偷懒的、啊，没有啦，开玩笑。这是对嘞，你画大一点，就画小一少一点。大一些大，一些小了，不可以全部大。对喽、哦，对对对。我还把榴莲画上去。哇哇！因为上次我们不是有做手工做那画画榴莲哦。像你要画榴莲，你要画山竹嘞。哦，山竹可以画，山竹真的可以画。对对对，山竹可爱嘞，山竹我画了，很适合。山竹，我要加山竹。我不会，我不会山竹的。啊，干干干干，你画什么就像什么。你大概就是山竹，它的那个，它不是有它的上面那个绿色的叶子啊什么，然后一个圆形就是山竹了。对了对。哦，我也在画山竹。我是画山竹的。Okay. 好，我都画完了。哇。啊，我还有画一点点小石头，小石子。哇，老师啊，福星高照。对，福星高那个照，小小的字，对。小的两。对，然后就它的那个空隙差不多了，啊，也不用太过。画得太密了哈，差不多就行。好，完成。啊，那我先放这儿。啊，啊，你们要拍照的可以拍照。哦、等一下不能，不能够拍照的，我等一下下了课，我拍照就发去，叫他们发给你们。我拍，我拍，我拍。等一下啊，哎，为什么不可以回去呢？可以吗？等一下，等一下。老师，这个英文叫什么 ？Drawing。啊、，doodling， doodle， just doodle， doodle 啊。D-O-O-D-L-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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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for them D for them D-O-O-D-L-E Dema Orange Orange 对 Dema Orange Orange Dema London England England 哦哦 Noodle 我为什么那个面啊 Noodle Doodle， then 只要你要谷歌的话，你要 Google search 啊，你写 Doodle， A R T art， Doodle、oh. Doodle art， 然后它就会有很多的出来，嗯， oh. 对，基本上他们有一些这样用这种呢，做那种街头艺术咯，就是那个叫什么 graffiti art，
啊 ，graffiti art， 或者我们俗称涂鸦艺术。涂鸦艺术。啊，俗称啦，这个是俗称，对。我有时涂鸦也是有很多种，好像学校的或者是可能比较教育的，他们的涂鸦就比较正派的，不像其他有的哦，他可以画到很这样讲。哦，我跟你说哈，其实涂鸦艺术你们知道是从西方国家来的，那么他们、在西方国家呢，他们确确实实是涂鸦哈，就是说他们是。那些一群年轻人又有自己的理想法又有自己的情绪，他们就发泄在那个墙壁上面、啊、对, 对，但是其实呢暴力的，对，它是也是一种艺术啦，只是说当然到了比如说 在我国呢，我们要就是说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呢会不要有那种暴力倾向，所以我们的艺术呢也是有一点就是 要过滤一下啦，其实是好，因为假如你一直生活在一种暴力的那种氛围里面啊，那么你成长长大后你会比较暴力咯。所以其实已经完成了对吗？对，已经是完成的了、啊、现在是给他们拍照。订了长途电话，所以我现在就进来这样啊。你对，你可以你可以去办你的事儿，没事。Monica， 那我们下个星期见。我现在其实是这样子，你看。啊，没事没事，你去忙你的哈。我没有、啊、没有，我在睡在病床上，我在医院。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紧，就是我在医院有时间，我再进来。我就是这样子，我拍起来，我回家再慢慢画。是是是的，你是还好吗？就是要住院要住多久？不知道，现在还在检查，等一下要开刀。哦，这样子、啊。交货给医生啦、啊，哎，小。哦，是了是了。嗯，交货给对对对，新的医生就治疗了。对对。不要讲我的啦，讲你的老师。没事，姐 ，take care 啊！啊，对 ，take care 啊，保重保重啊！希望我们的那个啊涂鸦艺术哈、啊，能够让你心情愉悦哈、啊，让你们心情愉悦，对，开开心心，唱的这个不会已经很开心了啊！谢谢谢谢哈、啊，最主要就是脸的，你看。啊，大家开心啊，最重要是这样。老师，刚才你 spell 的那个 do the 想 spell D-O-O-M 啊 D-O-O-D-L-E L-E do the、yeah do the 像涂鸦那个鸦讲起、oh, OK OK 知道了，谢谢谢谢啊，不客气老师我有点看我都不像你的了、啊、我不会画，我就是画这些乱乱来的哈。我看我看给我看一下啊，不错嘞，你好。哎呀，不用担心了，伯贤。我就是乱乱来，真系好有梗的嘞。哎呀，真系我有梗，系啦系啦系啦，放。即系放松啲啊 ，relax。我唔识，我就半腿啊，对，波半腿的，就是 relax。Yvonne 来笑，Yvonne 很喜欢笑了 ，Yvonne 一笑我看到他笑我就笑。没有，每次是宝香姐带给我们快乐，就是给我们紧张，你们紧张了。啊，老师是故意弄到你们，看到。我用白色先用白色、哦、对、啊、等一下你用马克来画、啊哦、记得哦，我今天迟到，我在写一点嘛、哦、所以赶着回来、哦啊、哦，没事没事啊。好，继续啊啊，周琦的也是好，周琦的整天拿来咖啡给我看，周琦的也是 good 耶、yeah ，周琦要等一会儿，够榴莲啊，周琦你就是这样哈、哦，你明知道我喜欢吃榴莲，你还画榴莲哈，真系呀。
人有我啊啊！我等一下我要去买榴莲吃了。我现在点你的脸，看你的脸看不到了，你都不过很小嘞，我才认识你嘞。啊？我的哈？认识你的脸呢？现在我看了图画很大，但是我点你那一页。看到你的脸很小，点不到，因为我今天第一次认识你嘛，想看看清楚你的脸。表情，你多进来，多进来就以后更熟了。就是咯。欢迎你来了，欢迎你来。哦，我的脸啊，老师的脸啊。对。啊，看到了，看到了。下次你画的顶呱呱的。哦，很美哟。哎呀，你太客气啦，满脸都是阳光。谢谢谢谢，因为他们带给我阳光嘛，你知道吗？你的同学带给我阳光，嗯、所以我每次上你们课好，我都开心心的。哎，老师，我们在一起有没有半年多啊？有哦，超过了，超过了啊，超过了。二月开始到现在十月要来了，所以你说我们的进步哦，是不是真的有进步？就是这样。对，我就觉得你们有进步，因为什么？你们很认真，是你们没啊？对，不高骨嘛。对，不是的，其实就是最主要是为什么我家人这么开心呢？因为他们都很认真学啊，你们都很认真学，所以我就很有那种动力。所以每一次呢，我在想，哎，我今天要教什么？我很有期待。懂吗？啊，所以没有了，老师。其实从你身上、哦、我们认识到很多不同的，我们叫艺术是吧？这是、啊、讲真的，不然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怎样的什么，有很多种很多种用笔啦，用什么东西来画的，而且画的嘞，主题很好，主题 very good。初期你不要在哪条那条鱼聊初期引诱我老师你叫这个话我们很开心的又喜又乐真的、啊、谢谢我们喜欢上你的台啊对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艺术呢要让我们的生活呢增添美感不只是说画出来摆在家里这么简单就是说要让自己心情愉悦对啊要放松啊要让自己很开心的啊然后学习的当然又有美的存在又有啊就是心灵的啊就是平静。这是最重要对是好我们的课也上到这喽超时了没事不我是怕耽搁他们的工作啦所以那我们现在就要下课了好那么等一下我拍照然后就发去那个叫他们发给你们哈好 OK 好了那我们下个星期见了 谢谢OK, thank you. Thank you. 老师，哎呀，又太过近了啦，你的那个。哦。好的，谢谢老师。啊，可以。等一下。OK, 过了。OK 了，我 scan 了，还有谁还没有 scan 好？楚青，你 scan 了没有？还没有，我还要去进去那个。哦，这个哈，我不可以 scan 呢，我用这个，我 scan 不到。我先用手机来拍起来先，再去那个。对，我拍不到嘞，我真的拍不到。我不懂得。我用手机，我怎样拍？用手机不可以拍。我跟你讲，因为每次 Gary 跟你做的 ，Gary 都跟你做。没有。David 跟我讲 ，David 他说这个他不能帮我。不过我昨天有学到，但是现在用手机在这边我就不可以了。就没办法了。用哈就是了，没有办法了。其实那个我三姐那次问 Gary 副总讲说，还是谁讲说用？Google Lens， 然后我就听到，然后我就去那个
你拍下来了之后、哦、你去那个 Google 就是咯，我就说那天你学手机没有学这个、啊、我不可以拍，因为我现在在用手机我拍不到，不是你用手机可以拍这个，用手机的相机来拍啦，现场拍这个可以拍起来，等一下你才弄，我怎样去拍，用什么拍，现在用你的手机拍咯，那 你出来了用你的手机去拍了，你看的不是拍了就在你的照片里面了吗，他不用、啊、照片里面啊，在你的照片，然后你就去 Google 了。出来了，等一下就没有了嘞。很奇怪，我出来了就没有了嘞。不是讲无聊。没有，你出来了就没有了，是不用了。可是你就用你的相机去拍。可是那天我就是奇怪，你学手机学什么？你就是要学这个东西嘛？学这个东西，我是用用那个，他用电板，然后用手机来拍。就现在老师有教过，手机手机拍，你等手机拍那个按照你手机耶。别使接你，别晓得。老师有教你，我就是奇怪，讲你不是，你去一日拍啦，你有去学，按照你卖杀过再问去一拍咧。我就奇怪，你是放在位 tablet 到，你这种我无 tablet 能用咧。哎、啊，宝香姐，你等一下你进来，可是现在直了，它漏掉了啦。你等一下，你刚才你那些你出来了之后啊，就是就推出这个 Zoom 啦，然后你拍，你用你的手机去拍照，拍照了之后，你去那个 Google Lens L E N 那边哦，按那个 Lens 哦，然后去你的那个照片那边按你的拍的那个 QR code 啊，然后就可以拍了，就可以进去了。因为我的不同，我是直接可以拍了的，我直接拍就进了、oh. ，scan 进去了。我唔做的咧。哦，一万一万是吗？一万。我也是直接。直接哈、哦，你是用 iPhone 是吗？你用 iPhone 是吗？我是用 Samsung 的。哎 ，Samsung 你也可以直接拍哈、啊。啊，我没有，我在用这个 Stream 啊，是啊，用那个用那个 camera 的啦。啊，对啊，对对对，直接我们的比较直接啊，对啊，直接，嗯 ，OK，好了，下课了，下课了，拜拜，拜拜，谢谢你们啊，谢谢，拜拜，谢谢大家，再见，拜拜，再见。喂，为啥呀？不变，不变了，谢谢，哎呀。我咯应该弄啊！哎呀，不要这么讲自己。是嘞，有啦，改次见面哦，你看到谁你就问一下咯，还是会学到。有老师有教，老师有教，不过我真的不会。有啦，一次生两次熟吗？一次生两次熟。嗯 ，OK， 谢谢你，拜拜 ，OK， 拜拜 ，Thank you， yeah。你这是还有吧？